欢迎光临海苔小食堂，两位主厨，请你们来一下，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。山猫店长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跟你们说哦。哦，真的吗？阿本的生日快要到了，我想帮他举办生日惊喜，只是还没想到什么好主意。平常都是山猫店长在想创意料理，这次就交给我们吧。没问题。嘿，有信来了，看看小朋友有什么问题。山猫店长，我们也想参加阿笨的生日派对，可以教我们做蛋糕吗？太感动了，没想到大家都这么热情，今天就与小朋友一起合力做料理给阿本庆生。那这次海苔小食堂的惊喜任务地点就选在幼儿园里吧。太适合了，神秘任务准备出发。神秘任务当然交给我们的超级主厨出任务。海苔小食堂惊喜任务，我是大厨香蕉，我是二厨草莓，我是山猫店长。今天幼儿园的小朋友要一起来完成惊喜创意料理。今天的特派小厨师是轩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厨师轩婷。还有我最喜欢吃海苔的阿本也来了。另外，今天我们还有四位料理小帮手哦。今天的惊喜任务是什么？我也想帮忙。阿本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在旁边帮我们努力的加油 ，OK 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今天四位小厨神要跟我们一起来完成好吃的惊奇料理，一起来看看要准备什么材料吧。海苔、白饭、咖喱粉、番茄酱、鲔鱼、玉子烧、小黄瓜。开始制作料理前，山妈要来告诉小朋友海苔小知识。海苔有非常多种的营养，有可以帮助扁扁的膳食纤维，帮助牙齿骨骼正常发育的钙，增强体力的铁。谢谢三妈告诉我们这么丰富的知识，今天啊，我们就要用海苔来做蛋糕哦。那我先来问问看小朋友，你们喜欢吃蛋糕吗？喜欢。我也喜欢嘞。那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？白草莓。白草莓。还有呢？今天最特别的是，我们用海苔来做蛋糕哦。好喂，那问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吃过很多层的蛋糕？有。哦，有的有的没有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很特别哦，我们是要不同层是不同颜色的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拿出不同颜色的饭。那给你们猜猜看，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白色。那这个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有没有人觉得黄色是什么口味的？咖喱。你们闻闻看是什么味道？咖喱的味道。好诶，那再考考你们，你们觉得红色的饭是什么口味？番茄酱。好诶，那我们今天的白饭也要做出不同特别的口味哦，我们要做一个鲔鱼麻油海苔口味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要特别把这两样食材拌到里面去，所以我们有请到我们小朋友的小帮手。然后呢，我们不同的颜色，我们都要再把它们均匀搅拌一下哦。我们有三种口味，这边的是鲔鱼麻油海苔口味，这边的是番茄口味，以及咖喱口味。现在我们就要来做第一层蛋糕。山妈小 Pepo， 制作时每层中间铺满海苔夹心，就有满满的海苔香味，也可以吃到满满的营养哦。好喂，谢谢山妈的小提醒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准备这个我们蛋糕的模具，然后刚刚山妈说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先铺海苔，好不好？就可以铺在最下面，这样就会有满满的海苔香味哦。来，婷真这边也铺一层。对，再来呢，我们就要把饭放进来这个模具里面，然后请婷真帮忙这样子，然后要很多很多，等一下要把满满的铺满一层，而且要有一个厚度哦。对，要记得不要有缝隙哦。好了，那
我们现在三层蛋糕都已经做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打开看看。哇，好哎！然后呢，刚刚三妈有说我们中间还要放海苔哦，所以要像停针这样子，我们把它放。对，我们要放三层，所以这样子放整齐，这样就会有满满的海苔香。好了，接下来要放第二层，黄色，我们放黄色好吗？哇，好漂亮哦！记得再多加一层海苔，再加一层海苔。一二三，哇，哇，太棒了！现在我们要开始帮蛋糕来做装饰喽，请问三妈有什么好建议吗？用无盐海苔包玉子烧做的礼物盒，外酥内嫩，满满的惊喜哦！谢谢三妈，一人准备一张海苔给你们，然后一人一个玉子烧。我可以把多的地方剪，你可以大概量一下哦。多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剪掉。我们要用美乃滋来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把它涂一涂。那我现在把它对折起来，你看哦，折。好，现在玉子烧已经包上海苔，变成一个黑色的方形盒子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要用 cheese 片来做缎带，还可以用火腿剪成爱心装饰。好哟，那我们就用火腿来做出爱心吧。火腿串起来就变成可爱的蝴蝶结哦。还有还有，中间别忘了放上阿本造型三角饭团哦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那我就跟纪伦来做一个阿本的三角饭团，好吗？好，首先用这个三角饭团模具，噔噔，就一个阿本的脸型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帮阿本的头发跟帽子，然后呢，可以用海苔剪出他的眼睛跟眉毛，用夹子呢把它放好。阿本还有一点腮红，我们可以用番茄酱。最后我们放上阿本饭团，噔噔，耶！蛋糕就准备好了。耶！这是我们准备给阿本的生日惊喜哦！我们一起说阿本生日快乐！阿本生日快乐！许愿！我希望我还有每一位小朋友天天开心、健康长大。阿本也要乖乖听话，当个好宝宝哦！我会的。哇，太棒了哎！今天我们准备了生日料理，在制作的过程中很特别、很有趣耶！大家觉得幸福吗？幸福。好哎，那我们也要问问三妈店长哦，请问今天小朋友有没有达成任务呢？阿本的生日惊喜派对大成功，恭喜获得创意徽章！耶！那我们就一起来幸福享用。我觉得啊，这个海苔做成的生日蛋糕实在是太特别了，而且里面有不同的饭，有三种口味，一次满足哎。嗯，而且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次可以吃到这么多口味的蛋糕，然后而且很特别的是它是咸的。对呀，如果收到的话一定充满惊喜耶。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？这个鲔鱼麻油海苔口味，真的哦，对不对？你们也喜欢吗？觉得这个口味好吃的举手，噔噔。那觉得这个番茄饭口味好吃的举手，也好吃啊。咸的海苔蛋糕不止很有创意，而且一定会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太开心了。今天海苔小食堂成功，耶！寿司蛋糕，将鲔鱼海苔饭、番茄饭、咖喱饭用模具制作成三层蛋糕，使用海苔包裹玉子烧，火腿制作蝴蝶结，三角饭团制作阿本造型饭团，海苔装饰蛋糕就变成美味的寿司蛋糕。一起跟阿本说生日快乐吧！